好，那我们就继续哈，第五章的清净善知识。学佛哈，那个智慧就是活生生的啦。你要会看当下是怎么样的因缘，怎么样来处理，你会用你的智慧去判断怎么样处理比较妥当。它不是固定，不是死板的。OK， 好，我们看那个清净善知识这里第一节讲的就是说，如果是清净恶知识的话呢，那么它会增长你的邪见。会让你的正见退减，如果是清净善知识的话呢，那刚好是相反，它会增长你的正见，那你的邪见会减少。这方面大家比较容易了解。我们看法义分享，就是说近朱则赤，近墨则黑啊。但恶知识通常不会告诉众生我是恶知识，他会设法让跟随者相信他是善知识，是好人。21页啊，所以学佛一开始就要以智慧为前导了。你看哦，社会上也好，宗教上也好，政府或是媒体所在报道那个不好的宗派、不好的宗教那些，那你看他后面有没有那个西宗的信徒？有啊，还是有啊。那他在他的那个始终的信徒的心目中呢，还是他的善知识啊，他的大好人啊。所以说近朱则赤，近墨则黑，所以我们学佛就是要冷静理智。再来很重要的学佛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说一定是要依法不依人啊，这个观念非常重要啊，但是很不容易做到。一般都会依宗派啊，再来依山头的这个人啊，一般都是会依人啊，一般都是依在依人啊，宗派啊，大师啊。如果你依一个宗派，依某个人立一个宗派的立场，你那个界限就划分出来哦，我是某某宗某某派的，我是某某人的继承人，某某人的那种继承人，这些的话，那个你都被那个框框把你套住啊，你很难跳出那个框框外啊。而且别人跟你讲那框框外的那些啊，你都不听啊，不接受啊。再来就是说，假如一个人，一个善知识或是说一个宗教师，他还会引导人家去抓住他，去依靠他，去越对他越抓越紧的话，坦白讲，这样的人那个自我都还没有消失啊，那个自我都还没有消失。现在来讲一下那个事实，因为这个清净善知识这方面，这是一个很重要也很不容易突破的结哈。现在请大家看11章94页，94页这一章讲四种食。我们一般都只知道说吃东西的这个吃，但我们看后面的法义分享，四种食，一个是出团食，再来是畜食，再来是意思食，再来是事食。什么叫出团食？就是指三餐饮食能够滋养色身，又称为断食。为什么三餐的饮食叫做那个团食，有时候简称做团食？为什么叫简称团食？为什么他有时候就讲出团食，有时候讲团食，知道吗？不知道。就是说以前佛陀在2500年前他们在印度的时候，包括现在的泰国、斯里兰卡，他们很多还是有这种情况，就是说吃饭的时候是用什么？用手抓的。佛陀以前他们那时候是托钵，然后他们以前那个吃饭还是一样用手抓的。
那用手抓，那以前的那些食物啊，你必须要怎么样把它捏成一团嘛，捏成一团这样才好送到口里嘛，所以用成一团一团的这样。所以那个团食讲的就是说三餐的饮食，那个团就是这样来的，干掉归团掉归丸了那样，那开口讲。再来触食，就是指感官的接感官接触享受，例如看美色听美乐尝美食。触食就是我们的六根啊，眼耳鼻舌身意这些啊，我们的六根它不会知足的。眼睛它就是要看美色，耳朵要听美乐。现在就是说，如果说一台几千块的这个音响本来没钱的时候，要不要有几千块 一台音响这样就好了。而且这样讲讲靠有钱的时候，就会想说我要买一台几万块的音响。哎，这么你过来靠压西尊，听到人家那个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那个音响，你觉得我听起来跟家里那个听起来那种感受不一样啊，所以你就那种欲贪就会出来啊，那个耳朵的那个触想要听美乐那个欲贪呢就会出来，所以他又会希望能够拥有这样的更高级的音响。那么就是耳朵他又想吃更高级的那个音，那就是耳根在吃，他一定有接触过之后那觉得很舒服很好，他就想拥有更多了。所以这个触食就是我们的六根接触外境之后，眼耳鼻舌身意接触外境之后，然后你觉得越舒服的你就想会要吃的越多，那这个就是我们的种种欲贪啊，欲贪没有知足啊。讲到这里我们顺便讲一下，就是说动物的吃哈，我们看现在大家可以看到说那个像野性非洲啦，或是生死一瞬间的国家地理频道也常播放那个野性非洲，那些我们会看到狮子老虎花豹他们都常常会在吃那些羚羊啊牛羚那些啊。以我们人类来看的话，有时候会觉得说好像那杀戮战场这样，但是有没有去看到他们原来动物他们是一个食物链，他们都还会维持均衡哦。但是破坏那个均衡的是什么？人类。破坏那个均衡的是人类。一个人类带一支枪进去，比十头的狮子所吃的都还多啊。那你看哦，人类的吃跟狮子老虎的吃跟一般动物的吃有什么不同？有什么不同？动物是为饥饿而吃，人类会享福。对，再来还有可以再更具体讲一下，因为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区别。狮子这里是老肉的，哎，就是说，哎，走不动啊，或是说。好的比较慢，他们做了个淘汰品种改良还有一个重要的，动物的吃跟人类的吃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因为这个要区分出来，这个没有区分出来肯定会贪婪吃的。再来，因为这个讲一半了，动物吃的时候它可能没有一个觉知啊，它只是为了饥饿而已。动物没有名觉，人类有灵觉在吃一个是对对对灰食，一个是食，一个是动物一般的吃，他们最主要是因为需要，因为需要而吃。人类的吃是欲望而吃，动物的吃他们是因为需要，所以他们怎么样，只要吃饱就好，所以这个有限。人类的这个吃欲望呢无穷啊，欲望无穷啊。一个人带一支枪进去比十头狮子吃的都还多啊，欲望无穷。
再来就是我们要讲到，就是说一个修行者像佛陀他们以前为什么他们要维持那个脱钵简单的生活，他们就是看到众生一直欲望的在吃吃吃，对这世间造成很大的这种伤害，所以他们放下各方面的那种种种的欲望，包括六根的种种种种食方面呢，都渐渐放下放下，只放下到维持最基本的，这样就好，最单纯最基本的，我这个生命能够活下去的最基本条件，这样就好。所以他们回到因为需要而吃，那个欲望回到最单纯，就是知足常乐，那个知足就是这样，回到最基本的需要。他是请教一下，就是里面有所谓的美术啦、音乐啦，或者说是美食啦，或者说是画画啦，这本身也是一种艺术的表现哦。那艺术表现也是一种美的一种表现。那么按照老师您刚才所讲，那只是维持一个最需要的，就是吃，维持色身。那对于这些像一些艺术的创作、建筑、音乐，都应该放下。现是这样了，你这些创作，这些以一般来讲的话，应该就是说有它市场的需求，你才需要创作这些嘛。有些艺术家可能有那种创作的那种。对，他的创作哈，往往背后是因为有这方面市场的需要。那再来就是说，如果以一个解脱者来讲的话，他可以不需要你这些种种艺术创作，他可以不需要，因为真正的最美的艺术是什么？对对对对，解脱还有大自然，真正最深奥最美的艺术是大自然。一个解脱者他就回归到很单纯的，因为他看到整个大自然就是非常的奥妙，非常的艺术的，它变化无穷的，你任何的雕刻都比不上那个活生生的艺术啊！当然，这是但他那是心境蛮高的啦。再来就是说，那我们很多的艺术、美术、绘画这些，是因为协助有需要的众生，因为众生在这成长的过程，他有他那他的需要啊。如果说你这些创作这些是因为众生的需要，协助众生成长，那证明它有存在它的意义啊，有存在的意义啊。就好像那个有些玩具它针对幼稚园的，有些玩具它针对小孩子的，针对国中的，这些那这些都是有可以陪伴他们成长的一个意义存在啊。我们再来看意识识，意识识跟事实这两个非常重要哦，因为一般很不容易看到啊，一般很不容易看到。意识识是指意见思想上的同化，这是政治家思想家最常用的手腕。再来，事实是深层的自我要聚集更多的我，我所同时排斥与我相异者，这是一般宗教家大法师们所易陷入的。这两点不容易看到，很不容易看到，这个大家要慢慢的去消化，慢慢的去求证。好，我们再来举例，让大家更容易了解，就是说什么叫意识识？意见思想上的同化，这是政治家思想家最常用的。就好像说，哎，马克思他就创造一个什么理论？哎，对，无产阶级的共产理论这些啊。然后他创造 一套这个理论，然后他希望怎么样呢？别人也能够，就是说符合他的那这些理论，然后加入他的这种思想体系，他就要去传播他的这些思想，很多的主义啊就这样出来。包括说很多的那种思想家、哲学家，很多的这些他那种思想家，他们都是创造出他们的一套理论出来，然后希望别人认同。
在每一个政党都有他的党纲啊，都有他们的一些坚持的一些原则啊，有没有？那他们提出这些出来，都是希望别人能够认同他们的意识，认同他们的那一种作为，认同他们的观念，然后加入他们的党派。你越认同的人越多的话，啊，他这个党，他这个怎么样，势力就会越大。这个是怎么样？他可以吃进越多的东西进来啊，吃进越多的众生的这个意识进来啊。那他可以形成一个大的意识啊，大的意识的话，他会形成一个很大的力量啊，这个力量就可以作为他那个夺权斗争的工具啊，夺权的那个力量啊。意识是就是背后他有一个核心思想核心，然后他要聚集更多的这个进来。好，这个是很明显的。我们现在再看每一个人，你不要说认为说这个事都是别人哦。事实上，只要你还没有解脱，这个意识是事实，你几乎天天都会有啊，几乎天天都会存在哦。包括说，你是我们现在讲，就是说举例来讲，没有针对任何人呐、啊，你是一家之主，然后你认为说，当太太的就要听我的意思，听我的，照我的意见，照我的意思去做，有没有？或是当太太的希望先生照我的欲望，照我的欲求，照我的意思去做，你希望别人照你的意思去做，那个背后就是我们的意思死，我们的意思要吃啊。当太太的，如果你有一个很好的，你有一套意思在心里面酝酿，然后你希望先生照这样去做，如果他照着这样去做的话，你就会高兴，因为你假丢，你吃到。但是如果他没有照你的意思去做的话呢，你吃不到，你就会生气啊。其他的都是这样哦。包括说父母亲对小孩，我说哦，我们都很疼爱关爱小孩子，但是你有没有看到说很多父母亲是把他的理想，把他的欲望，把他的那个欲望的影子投射在小孩子身上，那这个小孩子是成为父母的一个欲望的一个实践者，这背后都有父母的意思在里面。我本身我实现不到的，我希望你透过你来实践，那个背后都有意思是。所以小孩子他符合我们父母亲的欲望，我们就怎么样，就高兴了。如果小孩子做出来的不符合父母亲的欲望，你就伤心了，痛苦啊，觉得小孩子不听话。各种食物都是这样哦，你吃到你就会高兴，因为你有得到，如果你吃不到那就会苦。其他的我们要慢慢的去类推，很多我们的苦是来自于我们四种食里面的要吃吃不到，那我们的乐来自于四种食其中的一种我们吃到。好，再来我们再看四食。四食这是深层的自我要聚集更多的我所，同时排斥与我相异者，这是一般宗教家大法师们所易陷入的。这个四食非常不容易看到，但是大家有上过这些之后，你就可以对照出来。一方面避免自己将来落入这个框框里面而不知道，这个四食它比前面的意思是那个要求标准又更严格啊，又更高级哦。前面的这个意思是只要怎么样，你只要赞同我的意见，认同我的意思，这样就好了。但是后面这个事实它不一样哦。所以那个宗教大师啊，他会要怎么样呢？你要成为我的那个忠实的弟子的话，你要怎么样？要皈依。皈依之后还要改掉你的原来的名字，成为我这个宗派的特有的这个 mark 要打上去，
再来，这只是外表而已。再来，你思想上要跟我要契合，这样才能够师徒怎么样同心呢、啊？心心相印呢、啊？这样你将来才可以成为我的传人呢、啊，你知道吗？那个背后都是一个我，一个意识，大意识在后面作祟，然后希望把你彻底的洗脑过来，让你的里面的这些跟我频率相同，这样才能够心心相印呢、啊。咱讲因大人听无要紧，咱听有就好。安尼你后边你个做我的传人，知道吗？这个意识史它是非常深的，因为深层那个自我哈、哦，它会要聚集更多的我所。这个请教一下，原始佛教里面哈、哦，有没有所谓的这种皈依的这一种？佛陀是有皈依的这些，但是阿含经里面你看看这些佛陀的弟子，佛陀有没有去更改过任何一个人的名字？有没有？但是大乘佛教倒是 大乘佛教才有这样的一个改成那个姓氏的、哦、那是中国佛教。你看哦，在原始佛法里面，佛陀从来没有去改过一个人的名字，除非你自己愿意，除非你自己要。你要感觉哦，我原来这名都足土足俗的呢哈，哦，我想要改一个名，嗯，这是你喜欢的，好，那只要认定这样就可以了。佛陀没有，你看到里面舍利佛、目犍连、罗侯罗、阿难，都是他们的本来名字啊。对啊，都是他们的本名啊。佛啦，没有人字旁。哎，是舍利弗啊。你看哦，佛陀他都是这样哈、哦，他没有说你们加入我这个宗派之后，你们的那个法号就要改过来，没有这回事，还是维持原来你的名字这样。经典里面所用的这些名称都是你原来的名称，目犍连也是一样。都是一样，都是维持你原来的名称。再来就是说，佛陀本身他并没有指定他的继承人，佛陀本身没有指定他的继承人，因为佛陀并没有创立宗教，没有创立宗派，没有创立山头。这可能人少吧？也不是人少哦。也不是人少，佛陀到后来弟子还是一样几百个几千个，但是就是说佛陀是怎么样一样啊，我没有说要创立一个山头宗教，只是说你们有兴趣有心的要跟我学的可以过来，但是佛陀是这样调教到一个只要你闻思修正可以之后都是怎么样呢？对呀、啊，你们到各处去弘法，去弘法去呀、啊，到各处去弘法去呀、啊，去跟众生，因为这世间苦难的众生他们需要脱离苦海，这些那大家到各处去。那既然这样的话，为什么要有皈依的这种仪式或活动？皈依是说一个人他的那个诚心哈，然后他要跟佛陀学习啊，他表露一个那个一个诚心，这样我们前面有好像有讲过，就是说没有学生就没有老师嘛，没有学生就没有老师，你要有真心要跟这个老师学，老师才有办法协助你突破。那个皈依它是一个你等于说像一个老师表明说你决心要跟他学，请老师能够好好的那协助你解脱，这样。不过这样也容易说造成这种山头。不会啊，那这个就是说你看你主事者啦，你本人只要你还有自我的话，你那个山头影子一定会出来的啦，你那山头影子一定会出来的。如果你没有自我的话，那你不会的，因为你不会去抓，你不会去要别人去抓住你啊，你只是协助众生独立啊，协助众生自依止法依止啊，这样子啊。
啊，只要你能够真的能够独立起来，你见到法能够独立起来，就是到各处去弘法，就是这样，完全没有那种束缚啊，没有那种系缚。佛陀一样啊，他本人就是也没有建立道场哦，佛陀本人没有建立道场，人家哪里有供养他什么道场啊，他就到哪里去讲经说法、啊。佛陀本人没有建立道场啊，都是很单纯的，一个是修行，一个就是说真的就是为法为众生少苦离苦而讲经说法，所有的一切都是为这些而已，没有那种建道场建寺庙然后我要建一个宗派，没有那些，所以都是很单纯。那这个临时佛教也没有菩萨戒那是后来那个因为因缘时空的转变需要才出来嘛。这个哈，意识史方面，那你看哈，我们现在在看我们身体本身来讲，我们身体，我们说要要被输血的话哈，会怎要怎么样？能够那流血哈啊，没会输血啊，你要验什么？验血型。所以血型有 A B 那个有 A B 型，还有 O 这些，还有 AB 型，有这些好几种。那你看哦，它每一种它本身都带有它的密码，那个 DNA 密码都不同哦。你要输血，你必须要经过一个检验，要符合才可以。再来，我们要换皮肤啦，或是换那个内脏方面，他必须要先怎么样？必须要先检验，看看会不会排斥。包括尤其那个很精密的那骨髓移植啊，那个要求更是高，更是要更严格的标准了、啊。也就是说，他要那个类似点哈、哦，要更高啊，这样他才不会排斥、啊。我们每一个细胞，它都有它的那个 DNA， 都有它的那个识别密码。像我们在军中当兵的时候，你要进入这个营区，你必须要先讲什么？哎，口令啊。那个口令就是一个暗号，就是一个识别密码。哎，你讲对了，哎，这是咱港国的，你得用入来。啊，如果你那个密码不对的话，对不起，你进不去我这国。所以我们本身身体那个每一个细胞，它本身都是有这样一个识的那种分别，但是它会抓取，只要是相同的，它就会希望更多的；只要不同的，它就会排斥。所以，我们身体本身，它就先天上它就有这样的一个那个一个分别。但是身体方面，我们今天不能够去主宰它。就好像说，你不是说、哦、我是一个解脱者，那我喝下毒药之后，我这个毒药如甘露，我一样都不会死，不是那回事了，姐妹那回事。这个身体，这个就是说我还是有余依啊，身体它本身还是有它的识别，但是我们的心胸，我们的心理呢，我们的心态呢，却可以超越一切啊。我们所有的苦是在于我们那个心哈、哦，被种种的框框架构所拘束住了。那今天就是要把它这些框框都能够超越，深层的那个事实不容易看到，但是我们要能够去看到这些。佛陀就讲，这四种时，如果你不能够放下，你孩子在贪爱贪婪的话，那么生死轮回就会继续。所以要去看到这几种事，从比较粗浅的这些，然后慢慢看到越细越深入的，这样才避免说你将来成为人家的那个宗教师的时候，结果本身在意识史事实上面打滚都不知道。我们要先把这整个道路要弄清楚，你实修实证就不会走偏差。 OK， 好，那我们现在再继续看一下第五章，这里还有几个重点。第五章这里我们现在看第三节。第三节这里啊，就是波斯匿王跟几个国王他们在那里辩论了啊，就是22页啊，第三节。那他们等于说带来一个聚会，那在那里比较看，在
五欲功德中何者为圣？其中有人色圣，有人声圣，有人香，有人味，有人触，这是色声香味触啊，外境之中，你觉得哪一种才是最好、最优秀、最好的呢？但是大家并无决定啊，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因为每个人的喜欢都不一样。然后他们就来问佛陀，到底什么才是最好的呢？佛陀就告诉诸王，各随意识啊，随个人的喜好啊，各随意识，就随这个随个人的喜好，没有固定的标准答案呢、啊。我昔有余说，结果拢把共轨啊，啊拢各有优缺点的了哈。以是因缘，我说无欲功德，然自有人于色示意，只爱一色，满其自愿，正使过上有诸圣色，非其所爱，不触不视，言己所爱最为第一啊。无过其上，注意这几个字，正使过上有圣。有诸圣色，非其所爱，只要一览不爱哈，不触不视，非己所爱，最为第一，无过其上。这个在宗派方面也是一样哦。你如果一直抓住一个某一个宗派的话，你觉得说，哦，这个宗派这个才是最好的。当有另外更好的这个宗派的话，你很难超越，很难放下你这个框框去接纳更好的这些。你目前你就觉得说这个就是最好的，就这样，言己所爱最为第一啊，无过其上。再当其所爱则言最胜啊，欢喜乐着啊，虽更有胜过其上者，非其所欲，不处不是，唯我所爱者最胜最妙，无比无上。这个我们也都很容易犯的毛病啊，要提醒自己不要落入这种框框。我们看后面的这个法义分享，情人眼中出西施啊，善美都没有绝对的标准，这个很重要。老师，你在那边写真哦，我就写善美这样的哈，善美都没有绝对的标准。当你内心升起某方面的欲求，那方面的前辈就会成为你现在的善知识。赌神是赌鬼的至尊啊，拳王是拳迷的偶像，财神也是追钱族的最爱，物以类聚啊。修行方面同样是五花八门，你内心升起的是什么样的欲求，你就会去找能讲出一套符合你内心欲求的善知识，这个很重要哦。重点就是说，你内心升起什么样的欲求，你就会去找这方面的善知识，这方面的前辈作为你的善知识。所以每一个众生他当下的善知识，他是因为他内心有这方面的欲求。要记得要能够，所以我们学佛，我们现在要深层去看到，也就是说，深层里面，他内心有一个框框，他有一个架构，有一个框框在，然后他去找一个能够符合他这个框框架构的人，这就是我现在的三知识。所以就会形成一种物以类聚。如果你想偷机取巧啦，想让走旁门左道走快速这些啦，想不劳而获啦，或是想用金钱换取啦，或是想抓取一些偶像来依靠，那么你就会去找那些能够满足你内心欲求的这种，他能够讲出一套符合你的，哇，就很高兴。我们看后面这句啊，如果你要的是智慧，你就会去找有智慧的人了。但是前面这里我们讲说，物以类聚，就是说你内心升起什么样的欲求，你就会去找这方面的善知识。这个要自己要看到内心的那个动机。如果你现在是在追名求利的话，你就会去找这方面的人。但是我们讲说物以类聚，那并不是说每个人他都一定固定不变哦。
不是这样。智慧会随着一个人的成长而转变。你以前，你十年前认定的一个善知识，那个标准，跟现在你所认定的那个标准不一样。这个不一样，就是因为你会随着你智慧的成长而变化。所以，如果你要的是智慧，你就会去找有智慧的人。后面这一节再看一下哈，第四节就是，这就是说，波斯匿王他看到几个人从门前经过，然后他就跟他们顶礼，跟他们恭敬问讯，然后佛陀就问他们了：“你为什么对这些人这样的恭敬呢？”他们就告诉佛陀，就是说：“我做试念，世间若有阿罗汉者，斯等则是。”我觉得他们很威严呢、啊，很威严呢、啊。我看他们的法相很端庄啊，看他们这样看起来就是好像很有修行的人啊，我觉得说诶，如果是世间真的有解脱者的话，像他们应该就是啊。佛陀就告诉他们，佛告波斯匿王，汝今且止，汝亦不知是阿罗汉非阿罗汉，不得他心自故。也就是说，你现在的眼光你都只是看外表而已啊，你只看不到外相而已啊，你看不到内心啊，深层的那些你看不到啊，因为你没有他心智啊。且当心境观其戒行，久而可知，悟数自觉，审地观察，悟淡落寞。也就是说，不要草率下论断啊，你要一段期间，清净一段期间之后，然后你才能够更清楚的了解。当用智慧不以不治啊，不要迷信啊，不要盲目相信，不要偶像崇拜了、啊。经诸苦难堪能自辨啊，也要经过各种的考验啊，才能够清楚知道。骄气计较真伪则分啊，也就是说你要去求真求证啊，不要盲目迷信。见说知明久而则知，非可逐事啊，当须思维智慧观察。你看佛陀都是要我们，你要用智慧去观察去分析，那不要盲目迷信。所以对善知识的认定标准呢，会随着个人智慧的成长而异啊。人是在错误的摸索中逐渐累积智慧而成长，在那脱胎换骨之际往往是很痛苦的，但没有痛苦就没有成长。注意后面这几句话，这是在消业力也是啦，但是就是说看一个人什么时候你能够放下你的过去的这些偏执偏见执着，什么时候能够照见到自己就是处在井底的青蛙，自己的那些框框架构套住，什么时候你能够照见，你就会很高兴很欢喜的要把这些放下。但是在这个过程，在你要能够放下突破之前，你会有那个痛苦挣扎的阶段。就好像说你原来很抓住一个法门，我们现在举例来讲呢，说啊，你原来是净土宗的中途信仰者，或是说那个持咒，你原来持的觉得很高兴很快乐，那现在告诉你要放下这些，你最初内心会有很大的冲击啊，会有很大的冲击啊，甚至会指责批判别人讲的不合你意的话，认为说这就是在什么这就是违背你原来所认知的话，你认为说人家是在喝火骂祖啊，在违背经典，什么离经一致等同魔说啊，那你会拿出我所信的这个经典就是这样啊，那你怎么可以跟我所信的经典不一样？所以你会一直时时抓着你原来所信的那个宗派，你不愿意放。但是像这样的话，你抓住，如果说你抓住这样，你能够真的现在这一生这一世你能够越来越进化，然后你能够真的解脱自在的话，那你透过这个方便法门到达究竟，这样还可以啊，没关系啊。
问题就是说，如果说你学佛这样一段期间来，你到现在还不能够解脱自在，还不能够真正测见三法印，不能够体证三法印，不能够体证四圣谛，那这样的话给自己重新来的机会。纵然这个脱胎换骨的过程会有痛苦，但是这个痛苦就是让我们脱胎换骨成长的最好机会。所以经文里面有提到说，要经诸苦难，要各种的磨练你才能够堪能自变。所以人是在错误的摸索中逐渐累积智慧而成长，你真正要能够走在那个八正道上，你是要经历过很多的错误，你才会知道说什么是正确的八正道。所以在那脱胎换骨之际往往是很痛苦的，但没有痛苦就没有成长。有痛苦有冲击，这是好现象。我们放下那些过去的执见，归零，重新给自己重新开始，重新认识，重新来认识真理。包括前面有讲说，那个我们讲说在自然科学博物馆那一句话哈，有没有那个宗教信仰往往阻碍人类认识真理，就是这样啊。如果你是那个信在先，信为主的话，那么你很难说突破这个信仰层面去求真求证，但这样对自己未必是好。所以我们要能够勇于去突破，勇于去求真求证，这样经过闻思修正，你一定可以体证到真理实相，而远离颠倒梦想，解脱自在。因为我有很多朋友也是，就是学原始佛教啊，然后禅宗啊，弄到最后，他们觉得还是念佛比较方便。这个就是说哈，对自己没信心，就是说因为闻思基础不够了，闻思基础不够了。那包括就是说，他所协助他的人未必能够真的体证了，有实修实证了。三法印你再怎么会讲，但是如果你没有实修实证过来的话，你没办法引导别人去亲证了。但是我们今天在这里跟大家结缘，就是我们要闻思修证，将来大家有闻思基础之后，然后要进入实修实证。你现在好好研读那个阿含这方面的闻思基础建立之后，那如果你经过一年最多两年，假如你两年之后你还没有真正见到法，你还没有真正很大的突破的话，那么你要放下，你要再另外再找，另外再求。两年如果你不能够有脱胎换骨这些转变的话，两年是已经比较久了，事实上是一年了。你有半年这些闻思，那后面再经过几次这些实修这些的话，你就可以亲证到的了。是真是假，大家现在就要慢慢去闻思，你的闻思里面就已经有在求真求证了。大家都是知识分子啊，我讲的如果是假的话，经不起考验了。如果是真的，不管你再怎么样求证，只怕你不求证而已啊。你越求证，你越会去证明真理就是真理，实相就是实相。书念的太多，就想的太多，所以简单的东西都做不到。对，所以把过去那些归零放下，只要你还没有解脱过去的那些知见，讲严格一点，那些很多时候变成你的绊脚石。放下归零，给自己重新开始，重新认识真理，单纯的心来接触，单纯的心来求证。我们放下一切的宗派，放下一切的迷信。嗨，但是刚才像黑板这边有一笔记，就是依法不依人。哎，因为刚才讲的，比如说阿含，三法印，这本身的法是已经非常固定的，非常固定的。嗯，那如果说大家都依法的话，刚才又说因为你的意思好像说依的人不对，那这样对不对？好像有点不是嘛？不是说，而是说哈，同样讲原始佛法的人。有的他是闻思方面的讲啊，好像说
一个学者方面来讲阿含，跟有实修实证的人来讲阿含，会相同吗？就是换句话就是不同。对，如果是有实修实证的，他讲出来会一样，引导大家去体证的也是一样的，因为真理实相就是这样的。啊，如果说我本身我没有实证的话，那么我会跟你讲的也是一些佛学名相了，一些那个学问、一些知识、一些知见了。那这样的话，本身你再怎么修，还是没办法真的去提升到嘛。大家对无常能够更具体的去认识，但这些无常只是说让大家越具体而已，还不是说实证里面的无常。出入习练方面哈，我希望就是说这一章23章大家回去能够先看，那我们下一次来就讲那个出入习练，现在就可以慢慢去体悟，慢慢去体证。以后我们开始讲法义的时候，那些比较深的都是要你心越宁静的话，你体悟了就会越深，以后你要听懂里面的那个深意，这些你最好能够有呼吸这方面的那种配合，你心能够宁静的话，那么你的体悟就会很深，才不会说只是在头脑里面的知见这样。因为那个经文都很简短，那希望大家先看了之后，我们下次就可以讲比较深入。好，我们现在这里回答三个问题哈。这里有人问，就是说末法这个分野，末法时期的这个末法啦，这个分野是谁分的？为什么会有这种末法的这种名相出来，这种分野出来了？我想这是后来在佛法流变上的这种区分啦。以原始佛法方面来讲的话，是没有所谓末法之分的，因为真正法它就是过去如此，现在如此，未来也必然如此了。法就是真理了，真理它就是超越时空了。只是说如果你这一条解脱到你没有厘清出来，你见不到法的话，纵然法呈现在你眼前，你见不到也等于是什么末法了，没法度了。真的吗？有法，因为法真理实相它就呈现在大家眼前啊。如果你没有看到有等于没有，所以就变成末法。真正末法我们要讲就是说你没有见到的话，那就是你都是活在末法时期啊。不管你学哪一个法门都一样的。如果我们纯粹以原始佛法方面来讲的话，法是没有末法之分的，过去现在未来它都是这样。那我们今天的修行，今天的闻思修，主要就是说我们透过正确的闻思在实修，然后就是要去体证那个活生生每分每秒都呈现在大家身口意，呈现在大家眼前的这个法。当你真正认清法的时候，那你就能够远离颠倒梦想。所以这法没有末法之分。再来，释迦牟尼佛是否真的由幼血出生，走七步指天指地，然后说唯我独尊，这是文学的赞美还是奇人异事？我想这个问题哈，我们坦白讲了，这是属于宗教信仰的问题了。你是怎么样出生出来的，佛陀就是怎么样出生出来的了，耶稣也是怎么样出生出来的了，这样知道吗？但是宗教信仰方面的话，会变成说我要把我的偶像神圣化、崇高化，他要与众不同，这样才可以。我们这样出生，他不可以这样出生啊，他要特别的一些现象，那这样才能够显现出他与众不同。但这是属于宗教信仰的层面。那我们今天要以智慧来
冷静智慧来面对这种事实的话，你怎么样出生，佛陀就怎么样出生，就这样，知道吗？啊？那是婆罗门的那个传说了，他们的神都是神。对啊，所以人家有这样一个传说说，我们的神不是从子宫出来的，我们的神是从右胁的。所以佛教说，那这样那我们的释迦牟尼佛，我们这个大偶像怎么可以跟我们凡夫同样都是从子宫出来，从阴道出来呢？所以就会有这些传早复慧的这些，大家就是要回归到理智的了解。好，再来第三个问题，就是说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这个僧一定是出家人吗？还是只要宣示法的人都可以叫做僧？这里有两点，就是说这个僧并不限出家人，僧并不限出家人。这个僧事实上讲的就是四双八倍，这个僧啊，他讲了，事实上就讲的就是四双八倍。什么叫四双八倍？知道吗？四双就是相出国、正出国。你要正到国位以前，你要正出国以前，你要努力、积极、精进、闻思修，这样你才能够到达正出国嘛。像各位来讲的话，大家还没有证到出国以前，那现在大家在闻思修闻思的这个过程，在修的这个过程，这个都是在向出国。所以向出国、证出国，这个叫做一双一香啊，这个就是两种人啊，八倍里面的两种人。所以四双八倍事实上它意思是相同，不同的那种用词而已。然后在向二国、证二国，这个是一双，这样四种人啊，对不对？在向三国、正三国，这样的话就是第三双，这六种人呢。再来是向阿罗汉国、正阿罗汉国，这叫做四双八倍。如果以高标准来讲的话，真正能够让众生皈依做善知识的，以佛陀高标准的要求的话，是要阿罗汉才可以。你要阿罗汉，你才可以真正做众生的善知识以及众生的皈依处。这只是一个引导的皈依而已啊，不是真正究竟的皈依啊。所以僧讲的是这样，不是说哦，我理个光头之后，然后我现个出家相，那我就是属于那个僧团，然后我就可以收弟子，就可以那个接受人家的皈依顶礼，不可以这样。最低标准呢，至少你还没有证到出国的话，绝对不可以收任何弟子了，不可以让人家顶礼了。因为你自己的路头要怎么走都还不明白，什么叫做正法，什么叫解脱道都还不知道的话，那你怎么样去引导别人呢？那就很容易以盲引盲。所以那个僧就是讲的就是有修有证的这些修行人，那修行人当然在这里面的话是出家人会占比较多，因为他们等于说是专业，这是如果以前的话，佛陀那时候出家人会占比较多，那在家居士也会有，但会成那个比例会比较少一点，但是今天很多方面已经是本末颠倒了。因为今天很多的出家人，这个我们绝不是说批评，很多事实呈现在大家眼前，大家可以看到很多出家人反而都是在学在家法，很多出家人他们在忙的一些法会法务，有没有？那些都是属于在家法。有一次有一位比丘，他去到慈莲寺去找我，他也是看了这本书之后，然后到那边去找我，那他就很感慨的讲，就是说因为他这五年来他也都是很喜欢原始佛法，研究原始佛法，看了之后他很喜欢，然后他到那边去找我，然后他就感慨的讲，就是说今天竟然在研究阿含、研究原始佛法的人大部分都是在家人在研究，而真正研究有成的也大部分都是在家人。
出家人反而占得很少。当然他讲这些他也是因为他本身也是出家众，那他也是有所很感慨啊。啊，那问他那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你知道吗？他也笑一笑，他说因为出家人太忙的了，太忙了。一出家之后就忙着很多的法务啊，真正说进入好好实在实实在在去闻思修的很少啊。那你没有真正走在阿含解脱道上，没有真正走在那个出世间法的修行那解脱道上的话，那你随便现个出家相，那你就在那里收弟子，这样的话往往都是很容易以盲引盲。这是僧我们最方面的这种解释，也不是说宣示，后面他这个问题就是说是不是宣示法的人都可以叫做僧，应该就是说讲法讲阿含解脱道的人都叫做僧，这个也不可以这样讲啦。当然低标准的话还可以的，但事实上高标准的话就是说不是说你会讲法就可以叫做僧，而是你要有真修实证，你要真正有所体悟体证的，这样才可以，不然的话你光是文思这样那都还不可以。好，我们这些问题就这样的回答。